有没有？有的话，再次热烈的掌声一下。哇，原汁原味。是。老师，你这个是听什么呢？你是做暗白啊？没有，本来是听我自己的声音的。结果呢，他破那个背后背。哦，别别不要不要。哎，然后有一点影响哦。对，然后里面。但是你还是唱得很好嘞。对，然后里面听到啊，哎，我的新娘应该多英雄啊。哎呀，你讲广东话，你嘟嘟咁样两个就哎呦啦，慢慢骂你好唔好？你唔识听广东话？哎呦，你当主持人不会讲听广东话，你想说啊？你讲慢啲啦，慢啲啦。我讲，我哋嘅新人啊，我们的线人已经到现场啦，已经到了现场。哦，线人啊？哎，对，你的线人他好像有点一首歌咧。又点歌啊！他点一首《乡间的小路》。他说：“刚刚跑来后台说，无论如何可以拜托你唱一下吗 ？”OK， 这首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乡间的小路 ，OK， 好，来，老师来，音乐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，乡间的小路来。这歌曲应该是大家很久都没有听到了。
谢谢乡间的小